個個都想讀書，唔通個個都讀到書咩？佢係博士，我唔係，結果咪俾萬能大博士攝曬位咯。要急起直追咧，睇怕咧要讀翻個碩士先得啦。但係點讀呢？相信呢個問題咧，大家都好想問嘅。一班英勇嘅 Poly U Speed 學生決定去揾博士指點迷津。博士，呢鋪真係10萬火急啊！如果我想讀碩士，會唔會冇學校收噶？博士，人又唔見。咦，淨係得盞燈，唔通就係通往碩士之路嘅明燈？哇，自己著嘅 UFO。同學仔唔使太騰雞，而家冇碩士學位啫，只要你肯努力，將來一定有機會噶。其實 Speed 嘅學生有好多機會去升讀海外同本地大學嘅碩士課程，就好似我咁，我係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嘅學生，一畢業咋就有5間大學嘅碩士學位嘅 offer。里面包括了英国和本地大学的硕士课程，我最后选了在英国的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修读政治学硕士。 On air 啦！这个故事真的非常之励志，加油，你都可以读到的。完。